现在是7月上旬，这里是专业花店，我们来看这里开花的草本植物。朋友你好，我是时珍，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这些小白花仔细看呢是菊花，但是花瓣很特殊吧？重瓣的它叫。这一类菊花呢叫 Shasta Daisy， 沙斯塔，这是北美的一个杂交品种。中文翻译呢，有人也把它翻译成大冰菊，就是菊花，像菊花，但是它和我们秋天看的那种 mom chrysanthemum 是不一样的。喜欢这种叫阿格拉拉呀，这怎么念啊？反正就这个，它就是重瓣的，15块钱。这旁边呢还有低矮的品种，你看矮的就像 ground cover 一样，这个小品种叫做 snow cup， 14块钱，哎，便宜1块钱。这些都是多年生的菊花，不像这个秋天买那种菊花，在多伦多地区不容易过冬，很容易被冻死。这个是非常耐寒的，而且还会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多。这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品种啦，价钱是12块钱，更便宜，常见吗？一走进这个花店就闻到香味扑鼻，哪儿啊？我找了半天，找来找去就是它 ，Lily。特别是这种白色的 Lily， 白百合最香。这个白百合它的香味不是那种特别纯正，有一点点刺激性，但是呢还是比较好闻。特别是花园里有一颗呀，悠悠的可以闻到，很舒服。逛花店不能缺少的是什么？看价钱和名字。14块钱，这个 Oriental 的意思就是东方的意思，就是东亚中日韩，也就是说中国有它的原生品种。谁的家乡有，在下面留言。这里还有 Tiger Lily， 据说我们商店买的这个百合啊，做汤啊做啥的，百合就是它的根。脏，就是也不是脏啊，就是它的花粉很多，蹭的衣服上不容易洗掉，能洗掉，但是呢这脏一片。特别像这个，你要摆在这个桌子上啊窗台上呢，它的这个花粉给你落一地。价钱13。还有红色粉红的百合多少钱？13。这里还有一种中间是黄心的，看不见名字，可惜。这还一片黄色的花，可能有人会说是黑眼苏珊吧， Black and Susan Vine， 不是 Susan Vine， Black and Susan， 不是，这个是 Coneflower， 看一眼名字不骗人，21块钱。 Echinacea， 这里还有它重瓣的，这个像了吧。我们常见的这个 Coneflower 都是粉红色的，还有更多的重瓣，这重瓣特别是近看很有意思，21块钱。矮小的品种其实不重瓣啊，它有个好处就是开花更多，价钱21。这里还有狐狸手套，这么矮小，14块钱。这一片花是 Coreopsis，这个花色不多见，开的满的一大丛，真漂亮。这个就适合给你一个演示，适合啊，你把它全包圆了。那么价钱，如果是1块钱一盆，我就给它包了，17块钱。小品种的 Coreopsis， 15。红色的，16。这里还有。也是矮小品种，你看它就是，看出来了吗？就是一大片，感觉特别好。16，看看这个小花像气球吗？它的英文名就叫 balloon flower， 但中文不叫气球花，这是桔梗。常见的是这种紫色、蓝紫色的品种。一个一加仑的盆子是15块钱，这个啊，你可以结籽以后把籽种子留下来，第二年春天种，很容易发芽。我的天哪，还有淡粉色的品种，17。这一片是 Phlox Garden Phlox， 有高有矮。现在是7月上旬，邻居家已经看到也在开花了。
这种普通的呢，价钱就是14块钱，稍微特殊一点的，你看这个白的稍微特殊一点，然后那比较矮小，就变成17块钱了。你看这个也很特殊吧，就这么一盆也是17块钱。对于咱们大众啊，都喜欢这种大红大紫，又便宜又漂亮。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梵根 hooker 啊，看看价钱，状态都很好，长得非常的旺盛，很健康。25，我觉得这个一半价钱是 reasonable。你看它这些梵根啊，也是同一种放在一起，有一个群体效应。现在是梵根的花期，这开完花以后，这好像还没开花呢，这含苞待放，看着是不是乱糟糟的。而这种绿色的呢，它就是赏花的了，你看它小红花可爱。好了，这里的开花植物经历就说这么多吧，讲不完呢。欢迎全网搜索时针加花名或者时针加花店，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。这是个养花园艺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